个就是实控，这个就是我们的中控箱，你看一下这些线路有没有松动了，而这个网线这个接口有松动。这前面这一段还好走，这中间可以走，那不前面只能从外边这么宽走，那只能从这里走。对，那边上坐着很危险，这里是最最危险的。啊，有一次我下去关那个刚刚翻下去那个护栏那个盖板的时候，然后刮那天正好下着雨，我差一点掉下去，然后上这个翻这个的时候，然后脚踩上去滑了一下，差一点掉江里去。啊，北方人不会水，那当时都吓死我了。你每天怎么吃饭？锅，拿这个锅。锅，你喜欢做什么吃？面，吃面。是哪里？山西人。跟父母聊聊天，偶尔去江边坐一会儿，自己一个人唱唱歌，嚎一嚎，管他又没人听，就是这样子。要不然一个人这么长时间这么过来，我也感觉有点挺很佩服自己的。快到了，那边走一走。想什么？就想回家，自己一个人守着这么大一座桥，然后它每次亮了都心情都不一样。每座桥，每栋楼都有人在守着。